老子给他们杀了！住手！把他放下！一、二、快把头放下！追求查牢，只要不伤人，一切都好说。没物品，快跑！别杀我，我有钱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过去。三娘，铜牌。龙骨是好的，棒骨也没碎，也就蹄棒折了点，死不了。你们这帮私盐贩子碰见三娘是你们晦气，三娘以前是杀猪的，没敲着你们算你们走运。哼，